最后我们到沈阳去看一下。日前呢，沈阳就举行了冰雪温泉丽人大赛。在冰雪之中，这些丽人感觉冷吗？那可能验证了一句话，那就是美丽动人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一组新闻短消息。广告之后，欢迎收看我们下半段的内容。